演唱经典作品真的太难得，品冠举办不如我们今天见巡回演唱会，台北场邀请李宗盛、周华健担任嘉宾，重现1999年的名曲《最近比较烦》，时隔多年一起演出，三人也聊起这句歌词。还有一句里面很经典的歌词，就是那时候大哥帮我们整理这个歌词，大哥写：“哎，我梦见和范导爱一起晚餐。”于是我们那天彩排的时候就发现，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都不认识范导爱了。对，哎，我有科普了一下，现在有新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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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吧？大哥，待会可以唱新的吗？我有一个新的，山上优雅，要不要改一下这个词？怎么有女孩子尖叫？现场的年轻人给我上上课吧，真的有这个啊？比较烦。晚餐，梦中的餐厅灯光它昏暗，我偏寻不着那蓝色的小药丸。管它什么天大麻烦，久而久之我会习惯，天下没有不要钱的午餐。太太发现秘书裙子很短，她就买了20万的耳环。女人太怕儿子不肯吃饭，车子太烂，银行没有存款，麻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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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很麻烦，麻烦，麻烦。人生如一期一会，人间却一天一变，今天我们就约在今天见，别等到人事已非才活在追忆里面，别再等，不如我们今天见。把孤单消灭都消灭，全都消灭，给我安慰，抱着我哄我入睡，你的笑容我一定从今天到永远，永远不会疲倦。难道注定这是我们要走的路？所有的苦痛让我为你背负，我的心为你停住，被你俘虏，只怪自己为你执迷不悟。难道注定这是我们要走的路？可不可以让你把我看清楚，别让我永远追逐，不再孤独，陪你度过一生的路，最真的幸福。我可以划船不用桨，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，但是朋友啊，当你离我远去，我却不能不感伤。那有疼你的责任，让你做最轻松最自然的人，我想不遮掩也是一种信任，爱得了解包容，算爱的完整。因为有你，让我的心从此完整。谢谢你老婆，10周年快乐。